舒毅，好巧啊！玉教授，这么巧，你也来了。学员给我的票，我来放松一下。啊，采访提纲你也看过了，这周是不是可以定采访时间了？没问题，那咱们下周二下午3点。好啊，好啊。那我送送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打车了。行，那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嗯，慢走。 自己找来了，索性我一不做二不休，碰个瓷儿。石总，我脚崴了。哦。都是因为你，你要对我负责的。 凭什么？凭我看见你就没办法再看路了。哎，十月，你还是人吧？十月，啊啊！老天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 你没有心，你无情无义，我不美吗？我不可怜吗？你那双不是近视眼，是专门避开长得好看的人的眼。你这样的人，就应该孤独终老，没有。继续啊，怎么不说了？我应该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哎，石总，我觉得我可以先上车，再跟您解释的，您觉得呢？